轿车行经山区道路，突然间山壁土石崩落，直接砸在轿车上，画面触目惊心。被砸到的轿车车体整个变形，车窗玻璃也全部碎掉，冲撞力道之大，连车牌都掉下来。落石把整个道路堵住，气象局对中部发布豪雨特报。苗栗大湖台62线上，20号清晨6点左右就出现边坡滑落情形，一辆车遭压到。现在已经有送大顺了，大顺医院，可能等一下会转，因为他说头会有点痛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有压到那个整个车顶有压到头。苗栗县山区从19号开始就有派人进行交通管制，指引来车。不过因为雨势实在太大，目前已经全面禁止人车通行。由大湖往泰安方向行驶该路段时，车辆遭落石砸中，并卡在落石堆中无法移动。所幸该名驾驶人仅受轻伤，已自行脱困就医。警方已警示并封闭道路，并通知道路主管机关抢修中。封面来袭，大雷雨狂炸中部，从20号凌晨12点到上午7点，光是苗栗大湖乡累积雨量就超过200毫米，山区还是要持续严防豪雨灾情。镜新闻车道会江建中、谢宏瑞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